这次我跟 Elsa 要把 Jimny 开去探索一个我们好久没有去看的林道。我们上次来这边是开 Ranger， 有土石流开不上去，而且差点把空拍机弄不见。今天要开的分岔很窄，比较适合 Jimny。这边很多瀑布，很漂亮，想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新的露营地点。深山野林 Taiwan 4x4 Brought to you in part by 柱子 Jizz 4x4 Elsa，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我们今天要去山上看瀑布。看瀑布 OK， 瀑布 Let's go go go。 然后谁要跟我们一起去？ Shadow。 Only Shadow， That's right， Me Elsa Shadow， Let's go。 今天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今天会需要的东西从 LU Cap 放到 Jimny 里面。Jimny 的优点也是他最大的缺点，他很小，空间有限，所以不能乱带东西。开始往今天的目的地之前，想先停一下，让 Elsa 跟 Shadow 下车跑一跑，顺便准备一下空拍机，整理一下车子。I think we're going to play with that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get the car ready and then we'll go farther up、that road up there. So we're going to go up that road over there. When we come down, we can play. Poor old Mavic's looking a little bit beaten up. 这个 Mavic 我用很久了，这是第三台，之前的两台都已经飞到空拍机的天堂了。这个最近有很多问题，差不多要换新的。应该会换 Mavic Air 2。今天应该是我这台 Mavic 最后的一个任务了。我今天要探索的部分是这个林道的一个分岔，但是我忘记在哪里，要找一下。开到这边我就相当确定我已经错过了，我之前开的时候感觉好像很久没有人开，台湾的林道好像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它很有可能已经被丛林吃掉了。没关系，我们先往前开，开到最上面再回转下去的时候再找找看。开了一段路， Elsa 就说她要下车帮我拍一下当摄影师。她没有办法不动，一直动来动去，拍摄的继续需要努力一下。我的跟着一个车子 ，any jeep。Yo, look at the landslide. It's all blocked up. Come on, Shadow, you can come on. Huh? Here you go.前面有一个小土石流，应该过不去。Well, that's as far as we're going on this road. Looks like nobody's going on this road. Except Shadow. Yeah. I think Shadow's the only one that's going to get through here. 最近下很大的雨，所以这个就是。土石流过不去。Dad, look how spiky that is. Yeah, those are spiky. These are really bad. 超刺的。超级刺的。过不去，只能回转，很爽。今天开 Jimny，
回转就很轻松。如果开 Ranger， 在林道回转就没有那么简单。哎，刚刚那边有土石流，所以我们过不去。好，现在要往下，往下，然后去看另外一个分岔。我原本要去的分岔，可是我们开上去的时候，我忘记要在哪里转上去，所以去看看。开下去我们还是一样找不到我们原本要找的那条路，所以就决定放弃，先去西边玩，弄一点东西吃再回家。后来我们就决定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玩一下，再准备回家。我们上次去南投的时候就帮 Elsa 买这个玩具，后来她很爱。Whoa, very good. You got it. Oh. 这个火箭炉很小，很适合 Jimny。今天要用这个做晚餐。火箭炉很厉害，一些小树枝、木屑就可以烤出一个晚餐。I think I can do a lot. Yep, looks good. Give me your back. This 个新刀子很好用，是百越户外装备提供给我们用用看。这个刀子是瑞典的品牌，叫 Mora Gerberg， 很好用。而且因为我是左撇子，我很喜欢它左右都可以挂，这样子对我来说比较方便。Why don't you go through the door?Why do you want to play? Shadow! 东西收好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回家，但是我们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情想做。下游的方向有一个瀑布，忍不住把车子开进去拍一张照片。照片拍完了，太阳就已经开始下山了，要回家了。